笨蛋！哇，怎么会有牙签啊？可恶，烂东西！噔噔噔噔，这个啊，这超烂哎、欸！然后牙签，不知道怎么哇掉下去了！哇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？他是关主啊！最快的关主就坏了，前后一动。我这个关主是固定的模式在旋转而已，后面的还可以去挡，可以挡，太可怕了！啊！我连跳都没有跳上去，是直接被挤下去。哇，他这是怎样？哇，那个四姨的超棒哦，厉害哦！他跳上去，站两个空间，然后卡中间。然后翻过来一点，滑下去了，反正体力被后面那个挤到，这也太 hard 了。第二关太难了吧？第二关那个哈真的哈T关，黑科技关卡，真的黑科技，黑科技。酱油，你可以挑战看看。我应该是不行啊。你下去了。啊，有点难哎哈。这速度可以慢一点点吗？慢一点点是不是？对，慢一点感觉就可以。找到那个啊，这边关主变两个人好了。太挤了，太挤了啦！这没办法跳啊！哎呦，快趁现在可以跳！哎、就是现在，现在就是现在，再不跳就要没了。嗯，不然变成蓝队可以让他们再洗一下。太丑了，不可以过，下去。呵。哇，露米这边为什么还有一根呐、啊？哇，你怎么突然多了一根？为什么露米这边有一根？就一根啊，一根什么？哇哦，哇哦，在哪、啊？哇哦，太神啦！不好意思，那根是我的。哎呀，哎呦，哇！我刚放的。等一下，那你那根为什么在露米呢？这就不好说了。是露米说那个繁星可以借一下吗？所以就穿下来了吗？不是，你知道他刚刚在这根上面绕了多久吗？我完全没有发现呢、欸。你就背对着这一根一直在绕来绕去。哎、欸，怪觉得后面怪怪的。哇！哦，你这不行吧？你这样可以吗？那真的是怪怪的呢。你们都好奇怪哦，感觉到害怕。哈，不是最后一个跳得过去吗？刚好可以，可是过不去。累个超久的，这个 OK 吗？卡着了，在吗？哎呦，他下去了！哇，中介组，他全部都关在这里吗 ？OK， 来，那就九千分，好，没有平原呐。哦，好久没平原了。对啊，大平原。哦，嗨起来！起来！走走走！不是吧？是你？哈哈冰，瑞文，哈哈死哈基，跟着你们走。他们的拿走了、啊，他们拿那么快啊？我看到有人，他们有人在拆帐篷，就是拿走了。排队哦，排队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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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谁在前面？快点，国王呢？快点，国王呢？哈哈，国王，等一下。快点，快点，那什么？快点。很慢的，我要坐下去。哈哈国。这里钱多，这里靠你了。没办法去路了，只能走内来。这里啊，这里有一个啦，挖了这么久终于出来了。挖开。没有啦，我可能画画还会在 YT 或 Twitch 开啦，只是玩游戏的话一定要在 FB， 好吗？聊天画画可以在 YT 或 Twitch。好啦，先继续玩喽。没有，他这边就我跟他而已，他超扯的，好夸张哦！哎，这个这里啦，这里有两个 ，OK， 好快呀！解放了，哎，这里有一个，
可以挖了，可以挖了。你们把我这国王放在哪里？谁叫你选错人，超级慢下来。不是，哎、欸，全部只有我一个在挖，所有人都在后面看呢、欸。挖一挖，还有人往前面塞，还在那边插队。要怪其他人不做事。真的是，而且正常会有人直直往下，你们全部在那边等龙梯，所有人都在等我，超好笑。小雨挖的龙梯，好，我走了。很香，好水哦。你要输油，然后国王表示什么？我只有六块。赶快哦，那个钱都给你们。这个国家的人民就很屌。这门口踢那个中介珍珠，直接下去。Okay. 好，注意啦。冰。哟，那我去挖他们家。哇，你已经有铁镐了。嗯。我有黑曜石镐。哇，快哦。哇、wow, 你好羡慕的声音哦！砖啊，而且我有留黄金给你们，好不好？留黄金，耶、yeah, ！我家是奴隶喽。留黄金，留黄金。我是认识刘毛星的、啊。毛星，你是说做那个吗？荧光剂食物的那个？所以荧光剂食物，食物，荧光剂食物什么东西？都会发光啊！发光啊！发光啊！不尊重哦，他都记得放酱汁哦。一板一片金是怎样、啊欸？他们那里超金的、欸，好爽哦！挖啊！我想挖，我们赶快挖、啊！还催我？哇！不然等一下对面又有人要来喽、啊，对面可能会过去哦。快点，国王！快点，太多了！快的，露米快点挖，露米快点挖！不要给国王挖了啦。国王恼羞了，恼羞了，再挖对面就要来挖了。哇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国王，国王好可怜哦，来挖！哇！我们刚刚是在叫唤国王，其实我是一个被霸凌的国王。团要来挖了，团要来挖了。那我挖一下嘛！团团正点，团团正点。我刚才在喊你的名字哎。你的名字吗？你的名字。你的名字。Kimino Namaiwa。那你要穿越时空的Namaiwa。赶快挖！Kimino， 赶快挖！哎，有金砖，哎不，哦，大黄金，大黄金哦，这个人，哎，他进150了，给我运气啊！哇！哇！他被运气啊！国家好可怕。哎、欸，这里怎么都没东西、啊？我还是铁镐，让我一下。可以是铁镐、啊，这个没有前面刚刚黑曜石镐跑过来。哎、欸，移情换位。哦，走错了。好，这里啊，还有吗？没了。敲错人。很穷。想去带路吃。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各位。已经小心了你们。各位笑他。黄金，提高警戒。国王，我们喂，怎么有个洞？很坚强。国王撑住啊！国王加油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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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挖完我画，我挖你。啊啊！没有没有，互相挖挖。地上的黄金，地上有有人来。豪华婚宴，小雨，爽啊！小雨，你怎么这么棒啊？你的钱是肩负债啦，对啊，你可以结婚，好棒啊你！负债结婚，你想办法把它做掉，你的钱就回来了。哎、欸，对呢，对耶，我都是看看谁结婚就去打谁的。家已经爆炸了，好，我去领他的保险。对，保险吗？哎、啊，记得伪装成意外哦。对对对，那个受益人是我。哇哇，很贵哦。我自己都没钱，很有经验哦。对啊，都没有黄金啊，熟练呢。他们家这么有黄金可以挖了，我要回去。对啊，他们家变穷了，要回家了。哼，穷！你看他脚下，你看他脚下，穷逼不？挖完人家的家穷，穷逼！江友，你在上钱？看到。做人有，做人眼光要放低一点。好好，我现在就盯着他，看着他的 gay 版。对，就是要这样子。
可以，一直一直看，一直看。哎、欸，兄弟，你可不可以挖完补？他是妹子哎、欸，我真的妹子、欸。那你还一直看人家下面？这个是哦。但他的名叫 Terry 啊，我不知道啦。Terry。这名字有点中性哦，泰瑞。嗯，泰瑞就泰瑞，不就 Terry？ 泰瑞不是鸭嘴兽？对啊，鸭子吗？在这里啊，泰瑞。验一个，验一个。变得好诡异哦。哎、欸，我们奴隶还没删哦，大家没有发现吧？有啊。哎呦，前面哪里可以看呢、啊？看对话框啊，海国、啊。对话框，对话框。这边是我的洞、哦，你满意吗？啊，好，满意，满意，满意。啊、能受到你满意，就晚一点，晚一点升一下。是我的洞，你的洞蛮窄的，对。那才好啊。宽这边，难道你要宽以待人吗？宽以待人，宽以待人。这边也太乱了吧，看不懂他们的洞啊。他们各自挖。看不懂，超级多啊！所以果然是喜欢两个人可以容纳的宽度吗？哦、没有没有，那太宽了，那会一带，我就是对，就是比较啊啊啊！没事，已经在开炸他们的洞了，有事吗？这我在炸他们的二楼啦，黑啦！啊、哦，把二楼炸光光，这把二楼改建一下，改建一下，哇塞！对。太好、我在帮你挖宽了。好，舒服多了，舒服多了。有、哦，那我乱挖了。喂，掉下来。我来努力三，我急了。我在找哪里可以骗到宝。骗到宝，你骗到宝，你是要找地路边找一个那个吧那种的。是啊，我找谁诈骗？跟我结婚的那个啊。找个可以骗的。找不到哎、欸，不知道在哪里耶、欸。想诈欺啊你？要用他的枪。打啊，走啊，打爆啊！哎、欸，啊，结果找到团团。哇！结果我看着团团，你的钱要没了。哎、欸，这边有黄金哎。很乱呢、欸，对啊，乱七八糟。算了，走了。生气气、啊，没差，我刚挖了一个金砖，开心。我也是挖了一个金砖，我也挖了一个金砖，开心。啊，那风水宝地耶、欸！哎，我把它挖下来了。什么？它叫什么？分开土啊，找的。他给你，哇，人真好哎、欸！哇哇，看到了，他给你什么？现场，他丢了他。他丢给那个杰瑞中介珍珠。哇！哇！人真好，人真好。你是不是杀到人家了？哇哦！你是不是间谍？那个对面电脑打他赖出来啊，赖打出来一下，吃一下嘿。哎、欸，是不是可以用炸的、啊、雨月？中间点是哪里啊？其实我觉得炸的不划算呢、欸。我刚才炸了两个，炸一颗才四五个方块而已。哦，那好少，那算了、嗯。我就不划算，所以我后来就用挖的了。好吧，用挖的。欸、那个不是他们家吗？小雨怎么说？那我要把中间要准备喽。啊、他们家。哎、欸，团团，丢下去吧。对啊。哎呦，痛！哎、欸，我拿了三个。好好玩啊！还有。这里啊，这里扎一颗好了。我先回家喽。这里扎一颗，这里啊，脚背这个脚背的地方都扎一下。啊，我时间没拿到啊。要背这个锅送给你。没事。可是至少我赚了。出来的。哎，两颗三颗哇，只有两颗。你要当保姆了吗？不要。谁丢的？我们家有人呢。啊？真的假的？他们在干嘛？啊，不是。给你的哦，送你礼物哇！他帮他说话，他帮他说话。那个应该是丢了，签订契约了，对。哎呦，他说这里打他一下，然后他说不行，不能打他。可以，不可以？我打他，我能打。你刚有没有打巧克力？有没有？可是打不到巧克力。然后他就背叛你。So sweet。哎，你看他已经控制我们的技能书了。哇哇！我把他打走，我把他打走。他买技能，我觉得他说不定你要买那个偷窃。旁边有人呢、欸，果
国王要过来拯救他的二楼了。哎，团团接过团，哎，他没有过来啊，他没有过来，他走，他看到我在挖，他就走。重点是我身上没有装备，他还跑走。团团可能是你，我怎样？你帅了，你特别帅。哦哦哦，好哦，那帅谁叫我那帅呢？请问这位是团团是吗？团团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团团有人在看你耶，来我送他一颗东西。好，你说。哇，好凶哦！哇，这一颗哎，我这一颗有滴血，我要看他。哎，我们俩在做一样的事情。我要发光拦一下啊！你们在他们家，你们很对啊，太刺激了吧！看到光了，要死要死要死！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死了。哎，我要炸死一个，碎哦。太嗨了吧你们！啊、有没有残血的？有没有残血？跟我讲。你要用落雷是不是？闪雷哦！我要点尾刀。剪好剪满。原来有人在我们这。小雨那边。对啊，可那个好像是友善的小伙伴。哦，友善。打了，不管了。怎么了？怎么没有？我在看你。可以，我终于珍珠他，我还没用。他给我了，他哪有友善？他把金钟挖掉，不跟你讲。光是你挖的，我跟他说了，他挖的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他们家，他们家，我有传送，没关系。我马上回头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我在他们家门口，中间，来了来了，等一下。有应该安全，应该安全，没事。就门口那一只而已。哎，我头！有尿牛排，有牛排。那是我的头，我刚砍很久。而且，原来是你炸他们家，是不是？我跟团团。我真的从上面就看得一清二楚。